嘉义要到哪一站？嘉义哪一站？到终点吧。好，谢谢。那请问要几号座位？都可以。14号早上，旅客照常到台北转运站的柜台买票。原先宣布前一天深夜将发出末班车的阿罗哈客运，经由交通部协调，决定继续营运。他们做这样的决定应该是短中长期来讲不可能再做改变了吧？能继续营运当然是继续营运啊，但是就是不会有那种失业的问题啊，对啊，对旅客来说当然就是继续营运，所以就比较有多的选择啊。在日前听到 Aloha 即将停驶的消息，旅客宋先生相当不舍，14号特地来搭乘 Aloha 客运回高雄。因为刚好这阵子工作休息两三天，就专程来搭一下。Only see is ve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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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.Very, very excellent service. 目前阿罗哈客运每周362班次行驶台北到嘉义及高雄，共有67辆车，118位驾驶。由于春节将至，许多民众要返乡过年，一旦阿罗哈停驶，势必冲击春节的国道载运量。我烦恼啊，人没车坐了。现在过年期的时候，你现在车子就更难买。虽然受疫情影响营运亏损，阿罗哈表示将会顾及旅客权益，调整营运策略抵抗疫情。但新闻蔡佩莹、简元吉台北报道。